来看第四题，如图角 A 哦，它原来的图是这样子，老师把它画在这边。A、F、B、C、D、E，好，如图，角 A 加角 B。角 A 在这边，角 B 在这边，角 A 加角 B 等于60度，角 E 加角 D 等于100度。要求 A、F、B，它要求这个角。好，那我们先给你们一个观念哦，哈，你看啊、哦，这两个角跟这个角，这个角跟这个角，我们叫做对顶角。对顶角会相等，然后这个三角形里面呢，这个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嘛，这个三角形内角和也是180，然后这两个角相等，所以另外两个角的和都会相等哦，所以角一加角二会等于角三加角四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把这边画起来，连起来，好。那是不是角一加角 D 等于这边这个角加上这个角？好，角一加角 D 是不是100度？然后这个我们刚讲了，这一个角加这个角是60度，所以100度减掉这两个角的和，剩下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角一、角二？所以100。这边减掉这两个，60等于40，40就是这个角一加角二，然后三角形 ABF 中就是指这个小的三角形，内角和都是180，那我把180减掉角一，再减掉角二，剩下的就是我们要求的 AFB，所以180减掉角一加角二就等于180减掉40度等于40度，所以我们要选第三个选项 C。好，填充题，三角形 ABC 中，角 A 的外角95度。好，你们最好是碰到这个题目，我们就要自己把图形画出来，看着图做会比较简单。好，三角形 ABC 中，角 A 的外角95度。好，三角形 ABC 就是这样。那角 A 的外角95度。95度坐这边，好，角 B 等于25度，写上去，求角 C。那这个95度是不是这个角 A 的外角？所以外角等于另外两个内角的和，所以25度加角 C 会等于95度，所以角 C 就用95减25，95度减25度等于70度，很简单哈。第二题。已知一个正 n 边形的一个内角度数与一外角度数的比是5:2。好，正 n 边形的内角度数，那我们假设这 n 边形，好，它的内角度数在这边，n 减2乘以180，那它要求一个，那它是正 n 边形，它是 n 边形，我就把内角总和除以 n。除出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内角，然后与一外角度数，那它外角总和一定是360，去除以这5n 边形就有 n 个外角，那这就是一个外角的度数。好，一个内角的度数比一个外角的度数等于5:2，那我们这就可以，好，这两个可以先约掉。好，数字很大，我们不要乘进去哦。用180度，用180去约，除180等于一，除180等于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知道内向乘内向等于外向乘外向。好，那就是看这里。好，内向乘内向，好，n 分之二乘以五，内向乘内向在这边。好，n 分之 n 减二乘以二外向。然后两边呢，二可以约掉，二先约掉。好，然后呢，
2约掉之后5是不是就乘上去了，那是不是就等于 n 分之5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这里写的比较乱，我们来看这里，2约掉，然后5乘上去，那是不是就等于 n 分之 5， 那这边等于，那这边是 n 分之 n 减2。好， n 分之5等于 n 分之 n 减2，那上下我们交叉相乘， n 乘以 n 减2会等于5乘以 n， 再次交叉相乘哦， n 乘以 n 减2会等于5乘以 n。 好，就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把它都把它解开来哦。好，乘开来， 5n 等于 n 平方减 2n。 好，把它接下来整理一下，好， n 提出来，n 乘以 n 减7等于 0，n 等于0或 n 等于7，那0边形是不合嘛，所以 n 等于7，所以是7边形。